早安 YouTube， 我是藤原。Ohio YouTube， 不吉瓦拉です。我是一个线上日文家教，在这里我会分享初学者也能秒懂的日文知识。在上集影片中，我们提到了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的绘画。如果你遇到了以上的情况，最像日本人的说法是すみません、お願いします。当然，回应方式不止一种，直接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也是非常 OK 的。今天这集是大家的日本语第零课，最后的数字读音。其实从前面第二集到这集，全部都是第零课，只是我把这些知识整理成短短五分钟左右，大家可以更清楚理解的影片。至于这个频道的第一部影片，是数量词的读音，而这边是单纯的数字读音，都是 N5 的范围，对吧？始めましょう。零有三种读音 ，zero、零、丸。大部分的情况下 ，zero 也就是英文的 zero 就可以搞定一切。零是从中文的零来的，现在比较少人讲了。丸通常是用在数字三码，比如说台北101就会念作台北101。或者是房间号码，比如说308就是上马路哈基。一是一基，二是尼，三是上，四有两个读音，一个是用，一个是西。一般来讲用比较常用，在某些特定的词汇才会用西，比如说四月西嘎兹。五的话是五，六的话是六，七有两个读音，一个是ナナ，一个是シジ。通常ナナ会用的比较多，在某些特定的词汇才会用シジ。比如说七月，シジガツ，七点，シジジ。关于月份跟时间的读音，之后会整理成一个影片，方便大家参阅背诵。八是哈基，九有两个读音，一个是 Q， 一个是哭。一般来讲 ，Q 是用在大部分的场合，在某些特定的词汇会用哭，比如说九月，哭嘎子；九点，哭几；十是九。今天的练习是，请对照着数字试着这么念 ：zero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也欢迎在留言栏留言，让你最困扰的日文数字，最多人有问题的，有机会优先做成影片解答。谢谢你收看我的影片。如果想要看到更多关于学习日文的诀窍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我的频道。我是藤原，で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。